我们六个朋友在今年的三四月份拿下了这栋四层楼的小楼，一共是300多平米。二楼是一个手工制品和当代艺术的小规模的艺术空间，三楼是我们明暗设计的家具展厅，同时在我们家具上陈列的是简爱制造的苏格兰手工皂、玄之山房的手绘瓷器。那四楼呢，是乐逢法式甜品烘焙空间。我是明暗设计的主理人，以前是媒体人，从2012年开始，当时和我的设计师的合伙人一拍即合，我们都想装修房子，但是找不到合适的家具，我们就决定干脆做自己的家具。但是真的做起来还是比我们想象的要复杂得多，不是说画出一个图纸就可以造出一个家具的。比如我们的贝壳柜，它的原型呢是20-30年代上海的吉利的冰箱。这个贝壳柜我们经过了3次的打样，历经了4个月才做到了自己满意的样子。我们明暗设计的大部分的作品都是从20-30年代民国的 Art Deco 家具和一些当代家具当中汲取的灵感。民国老家具呢，它是又有漂亮又有实用的地方。我们的多格斗柜呢，灵感也是来自于民国家具里面的小姐闺房里的四格扇格，它内部运用了传统的牛角拐的一个构造，那么它在外面呢就不需要任何的拉手了。我的朋友应晨代理了玄之山房这个品牌，他们是中国美院象征一夫妇的作品，用了手绘的工笔画，绘瓷呢大多取材于宋元的古画，它的层次特别的细腻，人物、动物和场景的描绘特别的鲜活。三楼的简的芬芳浴室出售的是英国的手工皂，而其中最为出名的是羊奶皂，它的皂盒上会有为这块手工皂提供羊奶的这个羊的照片和名字。它用的是苏格兰山区的传统制造手法，用手工来挤奶，然后呢放到模具里，羊奶到了模具里的时候往往还是带有温度的。四楼的法式甜品烘焙空间是我的朋友酷酷姐和她的老公喜大厨一起开的。喜大厨毕业于法国最好的那个美食学校保罗博古斯学院，然后呢他也曾经在米其林一星二星的餐厅工作过。来学的人基本上都是要开店的，或者是准备做甜品事业的，喜大厨亲自授课，希望守住这个讲台。扫描二维码加微信，第一时间收看所有节目。